其实一开始让我没有觉得可爱，一开始是让我觉得很受挫。其实我们没有真的很了解狗狗的行为，我们都是以站在人的角度去想狗狗现在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当时就知道其中那一批的工作犬里面有三只是可能比较警戒心比较强， Muscle 是其中一只，所以我就是那个第一个认识 Muscle 的人。他其实一开始让我没有觉得可爱，一开始是让我觉得很受挫。他其实去翻了垃圾桶，把泡面酱包给吃到肚子里了，酱包的塑胶的那个他没办法排出来，这样，所以赶快动了紧急手术，我就非常非常的挫折。这样，这些退休的工作犬啊，因为其实他们的年龄都已经是中高龄的犬了嘛，所以他其实对很多事情都是很陌生。他其实是蛮希望有明确的指令跟目标。我们原本以前有养过狗，但是其实才知道，其实我们没有真的很了解狗狗的行为，我们都是以站在人的角度去想狗狗现在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所以我的想法就是依照他原来的个性，我们该怎么样跟他配合就怎么样跟他配合，愿不愿意去跟着他一起去学习，然后去理解去了解他，然后去跟他可以共同生活。从他身上我就学到去理解同理跟包容。我觉得这些饲主们都很了不起，狗狗已经老了，狗狗进到我家，其实我就是在照顾这短短的几年，它可能就要离开我了，那是一个新的生命课程的开始。当他们卸下工职后，希望他们能够在温暖的家庭中安享晚年，但这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关心与付出，才能为这些英雄狗狗们提供一个安稳的未来。